李琦亚嫩的，大家好，我是李琦。李琦现在21天的课啊，尼西亚南达大师的瑜伽老师的课程，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做一个小结，21天里有太多的不可思议。最初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蛮艰难的一个过程。因为睡眠减少，4个小时的睡眠啊，我原来可是睡8个小时为一天，然后呢，睡觉能力超强，哪怕5分钟时间，我可以倒头就睡，甚至早晨做瑜伽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冥想，3分钟冥想，我在那3分钟里头，我都能睡着，睡觉能力超强，然后呢，内心也有很多困惑吧，觉得好辛苦啊，来这儿干啥呀，我怎么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这么辛苦干什么。其实我还没发觉到，我觉得你一直状态还挺好的。总的来说还可以吧，但是内心的小纠结总是有的。做瑜伽的时候觉得你的决心还挺大的。有的时候早晨起来的时候又困又累，浑身都是疼的，真的浑身都是疼的。但是到后来呢，和这些学员相处得非常开心，一帮非常可爱的人，到最后就像一个家庭姐妹一样。然后呢，就那种纠结消散，然后慢慢越来越适应这里的生活的时候，21天也到了。在这21天里头，其实收获非常大。我们大概总结的。第一个星期是挣扎，第二个星期开始适应，第三个星期不想走了，开始郁闷了。时间到了，然后21天里头收获真的非常非常大。瑜伽本身的收获就很大，就是很多原来想来很难很难的东西，想来自己根本不可能在这3个星期里头能做这么学这么多瑜伽，平面的、绳子的、柱子的。今天做汇报演出的时候啊，欢欣鼓舞，大家都很开心啊。有些人说这个在一般的瑜伽班里头可能要1-2年才能训练出来。这是我说的啊，在我们这里去21天完成了，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这水平太高了，我都已经上传了这个录像，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就是那个第三只眼超能力，这个也是有太多的不可思议，太多的不可思议。就是那种超能力，过去想来这种超能力只有一些天生非常非常有这种老天厚爱的一些人才特有的一些东西，被这些普普通通的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可以点化生成，拥有这些能力。拥有这些能力，就他就第三只眼，因为是接和这个宇宙超意识连接的一种能力，拥有了这种能力，当开发了这种能力以后，就拥有了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了。因为它可以越开发越丰富，因为宇宙意识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你的这种超能力开发出来，它会是无限的，不得了。但是现在我不能说我已经拥有了无限的这种能力，但是已经具有了往下发展的能力。当拥有了这些能力以后呢，打个小比方吧，自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亲朋好友当医生，当心理咨询师，甚至是咕噜，就是这个导师，心灵导师。因为当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是靠第三只眼下载宇宙意识来给你答案。这里头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我经常跟王林讲啊，我觉得在这里经常感受到那种天方夜谭，或者是童话故事，甚至比它更生动，是因为它是鲜活的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的奇迹。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身边就有神仙，这个说出来让人不可，就是有些东西说出来，什么叫身边有神仙？我怕别人不相信，怕别人觉得我们疯了，怕别人说我们说有的东西好像还是少说点为好，
因为在当别人真的愿意进入这个领域而去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录像的人呢就是能听进去的，你就别吊大家胃口，赶紧讲细节。嗯，比方说师婆的每一世肉身来的时候都有一个伴侣，而这一肉身这次尼西亚南达大师来的时候，来到这个世上，他的那个往事的那个伴侣，这一世竟然是在我们班上的学员，我无法相信，其实就是女神啊，就是女神啊。他呢是 Parvati， 他是 Devi， 他是宇宙的雌性能量的化身。他存在的方式不一定要跟大师是一对什么关系这样的。因为大师上一次来的是两个肉体，他已经是一男一女了。这次来像这种神仙投胎来世上，他不是为了某一些我说不清楚他是什么目的，但是他是自编自导自演来到这个世上。叫 Lila， 我之前做过一期，对，他是一个自己给自己编的剧本，对，他因为他没有业力嘛，来经历一场游戏，一场人生，对，因为可能做神仙做腻歪了，来体验体验人生吧，我不知道他的目的，对我们对，但是呢，他确确实实是来体验人生的，而不是为像我们是为了开悟。为了觉醒圆满到最后脱离人生，他来了纯粹是为了体验一个故事性的人生吧，因为只有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体验的东西确确实实和其他维度的意识空间里头体验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其他维度可能是心想马上变现，而这里心想变现它有一个过程，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创造自己的人生，所以很不圆满。当有一天圆满了，他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圆满的，是自己可以创造自己人生的，蛮好玩的。因为我差不多该说的可能就这些吧。特别欢迎大家有缘的人都来亲身去体会一下这种游离于玛雅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另一些让你拥有自己能掌控自己人生，做自己的神主宰的这种能力，来创造自己美好人生的这种能力吧，每个人都能。谢谢。那你呢？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你打算怎么回家之后好好创造自己完美的人生？现在学了一身瑜伽，第三只眼也打开了，还见了一个一个的神。我准备在我的农场建一个修行道场，里头包括介绍大师的这些真理，包括瑜伽训练，这样子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大师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透过我介绍更多的人来体验这样不同的人生。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我们非常的就是祝福李琴今后的生活像他说的这么美好，路越走越宽。然后呢，对，我们也就保持联系，李琴会再回来给我们的观众见面，给大家报道他这个瑜伽老师课程之后的这个幸福生活。好，谢谢李斯亚南达。李斯亚南达。